好，起就可以了。呜呼，奶奶出发了！我们出发啦！出发！非常大，可以吗？那像这个只会睡到分手，那你要跟谁分手？不知道今天那个露营可不可以成功，因为雨真的很大，怎么办？我们那个第六次露营，第一次遇到雨。帐篷之外什么都有，然后也有天幕，有天幕，真的。这是煮的比较好吃，倒是我妈煮的比较好吃啊，嘴巴真甜。妈妈是我，她真的很有趣。我们做过饭，你要试一下味道。这一道菜是什么？这道菜我不知道，是我刚刚才学的。哦，粉丝煲，蟹肉还没有粉丝，蟹肉好香哦。
Good night.